我说笑我说魔鬼神，那今天晚上是这个手机三国二，这个手机三国二诸侯。那我们赶快看一下这游戏的玩法。哦，好有趣哦！等等，我先点哪一个？这边城外。然后呢，可以干嘛？哦，可以点这个伺候进攻，然后出征。我、哦、这样就可以攻打了。哦，这样还有我自己的城池，蛮酷的。我点这个，然后可以招揽。然后这边可以选自己要招揽的对象，取胜。召唤到了以后，我们点这个军团编辑，那可以把要的武将给放上去。那这个、啊、也可以把它调整为 最大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城外。那这边可以点我的城池，然后采集黄金，然后可以直接目标了。那就可以，看我们就可以去一个地方。你这个骑兵营呢，可以训练，可以训练到最高级，嗯，可以。然后这边可以建造我们的这个农田啊，然后这个可以驻守，确定。好，然后升级这个，合成到两级啊。哦，这边都可以免费的让你升级，再一下确定。好，点这个，那这边可以把天赋给强化学习。好，我们看还有什么任务啊？不是，邮件可以领下，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。背包呢，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装备是什么。那这边我这边也可以把他的装备穿上去，还有这边也可以把他装备穿上去。那我们先升级这个到两级，在这边可以盖一下兵营，马上就可以领取了。那这边可以进行，这边记得签到一下，第一天就给200元宝喽。还有升级一下兵营到两级好了。你这边可以免费的进行升级，然后还有这边呢、啊，也可以升级一下。然后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这边可以探索敌人，可以探索多次一点。然后再看一下其他东西。对，我们可以进入这城池。我还有英范呢，英范在外面，好多哦。那你可以看外面有谁，还蛮有趣的。那他们都有等级，还可以签城呢。那我们再点世界，对，可以看目前的地点，还蛮有趣的。再回到城内，那这边是战胜英范两次哦。好，那我们要来战胜英范了。两等的应该可以打得赢。进攻，那直接出征，需要16秒的时间。那我们这边可以加入一下联盟，我们就点这个申请就好了。可是有些要战力，对。那你看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军队已经出来了，去打这个英范。哇，好猛哦！那是英范就真的被戳死了，对。你看他们就回去了，然后他说这边要两只嘛，所以我再来打这一只。那当然越远他的时间过去的就越久，现在这边就23秒。对，那任务的话可以看一下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些商城购物啊，还蛮多的任务。那这边可以领奖，还有击杀野外的敌人。
哦，还蛮多的。那邮件这边也可以进行领取，像是这边，那可以把这个加入盟主的奖励给领起来，的奖励给领起来。那这边有一个也有报告，背包这边可以看一下。再我们再去城外一下，我们看打得怎样了。我这边可以看到已经打完了，那任务应该可以解完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升级一下这个骑兵营。升级完之后可以驻守或是训练之类的。这边是背包啦，那这边就叫你升级骑兵营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升级了，对。然后再升级一下金矿。那一样是按免费的升级。我这边海看得好清楚，升级一下农田，按错了，你可以建造一下农田。农田升到两等，这边，那按免费，对，那这个任务很快就可以完成了。还有这边的仓库，把它升到两等。那这边一样有免费的选项可以做选择，还有校场可以升到两等，还有医馆可以升到两等，酒馆也是。好，做免费，还有这个哨塔。好，那这边也可以加速啊，那免费的。好，那珠宝东西可以升级了，那这边可以，有新的装备可以穿戴，就可以把它都穿上去。这边有一个东西啊。好，这边上面什么？武将，这边还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穿。那升级斧钳，升级这个，这样就可以免费升级了。再来这边可以建造铁锯谱，我这边可以锻造进阶。好，那你就有新的任务，你就有更好的装备了。成长任务可以干嘛？看一下成长任务，等一下暂停一下。好，终于跳出来了。这边有蛮多的活动，像是月卡、皇陵。皇陵刚才是不是有东西可以领？我这边就可以买，就可以有购买就可以领了。对，有成长任务这边可以看一下。我们这边升到了三级，可以领取一下奖励了。我们应该建造了吧？升到两级，这边就把它升到两级。好，我这边就可以领取奖励了。那我们可以请求帮助，升级到冰姐，我们可以用加速。那基本上我们的道具还足够，所以可以用五分钟的加速。然后升级冰姐到三级嘛，他就在提升的。那我现在就三级了。那我们就解完这个任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到城外去战胜一下土匪，那他就帮我们转到城外的那边去。
我让他带路一下。那土匪就在这里，那可以搜索敌人，然后就是点这个土匪，那你看你就可以找到他在哪里，你就可以找到土匪在哪里。甚至我环境这边有叛军，那这个土匪就可以进行进攻。我没有，那这边再选这个出征就好了。那要一分钟后就可以打赢他，那你就可以刚才看到你战队出征的样子。好，还蛮酷的这期。好，基本上今天这一期就讲到这里。然后，影片下方可以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就会刷那个影片。那今天的游戏就讲到这里了。